好，对。哎，我英文认识不了几个，我就直接看到 cancer， 纠结，然后有很大的忧伤，然后卡住出不来。在两个月内，我手术了四次，那种感觉就是我整个都崩了。最近这几年，我的确失去了很多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。这个部分可能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功课吧。好，看下面的，很好。只能一直往前看，再怎么辛苦，头低下去的，他还是会过的。其实他真的不只是一道伤疤，他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。看到疤痕就会想到说，就是要更好好珍惜那个得来不易的之后的每一天，这样很好。走，哎，那个妈已经跟我三年了，哎，也变成好朋友了。好，走。经历过这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那难免会留下几个印记。很好。这种癖好会时刻提醒你，活着真好，是吧？很好。